大家好，我是段沙发。嗨，我是陈氏红尘。我们从越南来，我们都是餐饮文理科的学生。在夜市里面有很多人买很多好吃的东西，比如炸鱿鱼、臭豆腐、牛排，特别珍珠奶茶。的是台北，在台北风景很好，空气凉爽，我们可以拍很多的影片。三个月读书，在这里我们学习到中文和各种的知识。三个月工作，在这里我们可以赚取到生活费。在台湾，我们不受疫情的影响，不用担心，我们可以舒适的闲逛，比如说我们可以去玩啊，去吃很多的东西。跟朋友去很多的地方。我们的侨生有资讯科、餐饮管理科。请放心来台湾就读。